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本日福氣類類嘅節目。今日老鄉親朋友咧收嘅，大家當日都會是多嘅青菜。青菜又乜嘅鐵片？當鐵片咯，可能你從來唔是食過，從來唔是看過，佢都係類似英國嘅細農。咁乜嘅青菜係有機，又會送到屋下，又食得起。咁到底係乜嘅咧？今日咧分享佢哋嗬，一開始咧繞場嘅係呢個挑價青菜宴分享。大家好。我是秦伟恩，很高兴今天来介绍我们家的蔬菜。耶、yeah, ，欢迎欢迎。今天的绕墙嘅是挑价嘅妈妈，所以总系太太挑价娘哦。李玉珍分享。大家好，我是李玉珍，我是伟恩的妈妈。耶、yeah.。感谢大家邀请我的来两位，谢谢。耶、yeah, ，你看妈妈很会讲话哈，亲会共发，然后又很活泼。今天很开心哈，跟所有家乡亲朋友一看到，哎，你敢牙平胖是的哇，这个被蔬菜给包围，有时候是被花包围，然后可是我觉得顶不一个抢出一种法爱汹涌。很漂亮，然后你看我今天也穿一个绿色的洋装，就会可以搭配的蔬菜，把我自己融进去。你说从泰卡的朋友，其实抢菜每天都要吃，我们说吃青菜才会恐天啊，对不对哈？你说我们等一下按钮，你可不可以从泰卡收给有机的？我们说有机蔬菜，可一个观念从脑中一闪过，泰卡就会吃到。有机蔬菜应该有清规，好像会吃不起。不过根本你给两三公，那根本带来的东西，嘛给就会你吃得起，是得起个。当季的有机蔬菜，要不要讲一下你们的理念？我们理念其实就在我们的衣服上，我们就把它做在我们的衣服的背后。是，今晚我想来一点吃得起的当季有机蔬菜。哦，那今晚来一点什么东西？那个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直送蔬菜的部分，所以就是这个理念。那再过来吃得起的当季有机蔬菜呢，就是说我们的价钱是定在传统的有机价钱跟传统的一般的惯性的价钱的中间。对，我们算是平价的有机蔬菜，那可以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有机蔬菜，然后去愿意去购买有机蔬菜。好，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推动整个农业的一个在有机的这个发展。好棒哦，其实希望推完以后大家都可以吃有机蔬菜，因为你都一定很有感触，吃有机蔬菜对身体给空间增点轻松哟。妈妈，你讲，嘿，没真的吃得起这些菜，我们应该都买得起。一定是得起啊，因为主要我哋就本来替嘿阿公在种啦，啊，我哋理念本来就有机啦，啊，但是这个是啦，啊，没有那个没有那种概念啦，是，所以连蛮来来做，其实想爱做。无强用的，无强用吼，要是有请安心就安容易。他家家有糖豆膜，其实调羹还很讲哦。今晚来一点一些嘛，家里其实是产地到餐桌，产地就是你们要吃是不是？你等一下要炒是不是？我送过去，你等一下就做 S 给，就是产地到餐桌，所以其实。推动这样的外送，其实跟妈妈有关，对不对？对，最早的是妈妈的一个算是歌唱班。以前因为知道我们在卖在送菜，是，他就是变成是说一个团体去做团购。哦，因为最终爱上班的时间有本一些好朋友啦，哈，阿秋伊唱歌啦，啊，唱歌哦，轻快可以吗？唱歌哎，唱歌的时间啊，有上次哦，真人都无闲啦，阿吉列主讲到底在做乜嘅啦，啊，报名的时间叫阿蒙带起的出来本来哈，是看啦，阿边头其实都会调到啦，是到就调到，就一吃就上瘾的意思，对对对，或者你就开启你的外送人生，对不对？对对对对，后来我们就是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模式还蛮不错的，所以我们就是从原本只有一个妈妈的歌唱班，然后到一些可能像一些团妈啦，对，或者说一些社区啊，或者一些那种公部门，对，然后就慢慢就越来越多，就变成一条路线，对，然后从一条路线变成两条路线，好，我们另外再开辟一个台北的这个部分，好棒，所以我们双北跟中壢目前都在我们的配送范围内，在，而且公司拆发，因为亚哈宁给省办给封社，亚哈松板给封社，其实没有办法去市场买菜，有爱宁给外送还清理片给，尤其是这一两年，其实在疫情的状态下，更需要蔬菜的外送，对不对？对，其实，在疫情的期间的话，我们其实。
认识了很多网友对对对，因为很多都是他们群组里面，他们介绍他们的朋友，然后加入到群组，是，然后他们其实就是透过去订菜之后，然后我们就送到他的社区，是，然后他就某宽锅哎哦，很亲厚啊，以前给很古早的年代有没有是有笔友，有没有？另外就网友，就你们现在也很多网友就会按钮你，对不对？对对对，大概放几位是就招待嘞，哎，然后他的那个支付的就会用一些线上的，像来配啦，或者说是汇款的方式，等于说这样子，在疫情的期间的话，其实大家没有人跟人的接触，其实它是非常的安全的一个配送方式。真的哈，其实亚太达亚真的很需要按用给防射来吃抢菜，不过唔单只系吃抢菜，其实系抢菜系用来给抢菜，其实都重要。你看我们现场好多，哎，我一进来摄影棚的时候，我有吓到，你还想过嗯？怎么都没看过，对，然后来秀工怎么那么特别？所以我们今天带来好多好漂亮，而且颜色不一样，给抢出来。不过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不过我们说一些比较特别的，比如说羽衣甘蓝，是不是？羽衣甘蓝的话，就是在这边，对不对？后面这两颗，它是有两种品种，一种是卷叶的哈。为什么叫羽衣？因为它就是它卷卷的，有点像羽毛的那个，所以它是羽毛的羽。那它有两种品种，另外一种的话是那种恐龙羽衣甘蓝，因为它外表有点像恐龙哈，比较粗糙的皮肤。我真的觉得，因为一宽动啊，就觉得看起来好粗糙，好恐龙皮哦，对对，很恐怖。所以它吃起来也是很营养，对不对？对，非常营养。因为像羽衣甘蓝，它俗称叫做蔬菜之王，所以代表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多元的。对，妈妈一定投资很多，蔬菜之王，哇，你都讲笑嘅。没有，我爱不用咧，就是传哈，做爱孙那些。你看，这就你看，唔够哈，真的很特别。我可以顺便讲一下，就是这我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好懂。还想讲，我说为什么 COK 抢说要放海苔在这边？这是海苔对吗？对，它其实是蔬菜做的海苔。OK， 古时候亚就会给恐龙皮，什么？对对对，亚就会很像是恐龙皮，给你们烤的蔬菜，可是看起来很像海苔。对，然后因为它用去梗之后，然后去叶片，然后去做一个烘烤，然后再加一些粉，然后就是蒜粉，然后盐粉调个味。它其实像我们办那个食农教育的时候，小朋友最爱这个，最爱这个，对，因为它吃起来脆脆的，就跟海苔一样，但是它可以吃得到蔬菜的一个营养。我一闻我吓一跳，我觉得怎么那么香？最主要是生意呢哈，会减色的哦啊，所以你用的爱时间，给我一号过一号，一号过一号。我可以试试看，对不对？可以，可以，可以。都得，都得。这个都是早上现做的。哦，有润的很好，毛，你加一点点盐，对不对？对对对，好好吃哦。啊，有人他会加一点蒜。两种的哈，就你一般来讲，安尼一般家庭哈，安尼煲给煮好嘞哈，你煮不要那煲给啊，抹一些橄榄油，好好吃，因为安尼这个二十的哈，用较好的油，橄榄油哈，抹一点点，好好吃，烤一烤，上面撒一点点盐花，安尼你煮好嘞。难怪小朋友爱吃，那就零食啊，唔过其实伊喺抢菜，从两打嘅，好好吃哦。炒也很好吃，对吧？对，它清炒、热炒、生食都可以。你看像按油你哦，你看像有羽衣甘蓝，其实还有很特别，比如宝塔蔬菜。对，中间的好像一个塔哦。对，就宝塔，有的人叫也叫俗称叫佛塔，对，就很像佛的头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它是这种螺旋状的，那它就是花椰菜的一种，只是它品种的问题。那所以它长得这样子非常的特别，而且吃起来听说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坚果香。对，妈妈最主要系，佮最主要，你一般的花椰菜，白花跟青花哈，你稍微煮一下，它就会软，会烂。对，啊，那这个的话，你就是大概一朵里面就把它大概对切，切完之后哈，不管你炒蒜头、炒肉、炒什么，它的脆度永远都在。永远都在，你知道我摸软软的。你知道要卖医生你吗？他家唐雪就第一，他就是大厨啊，他就这样跟我做。你看来也就跟我要嘛该搓营养，有嘛该给我哦，因为做我不会烂哦，切切，还有按油，还有这个好绿。这个是那个塔菇菜，没看过，还真的黑听一百块豆，它很特别，对不对？叶绿素钙含量都清高，都非常高。你看它的这个这么绿哈，就叶绿素，所以我说很绿。对，对。然后它长起来就像一朵一朵的花，像我们大概就是我们农场如果有人来
第一个就会找他拍照，对啊，不是找老板拍照，对啊，那才一堆白就爱养你，对不对？对对。所以你看哦，永金朋友看到哦，记得待了就会记得有农场，做你讲当季青提皮的抢菜。有人啊，你一板菜没油啦，一板菜没油啦，阿弟啦，阿弟啦，意思就会讲一板菜。不用在这里介绍嘛，你们的特色就是你们除了一板可以抢锤，有还有青提皮可以抢锤，就会俩得有错嘛。而且你看那边，哇，生菜沙拉很大盘，你们自己做的哈。对，这个像这个生菜沙拉的话，像我们这个都是种植一些，像现在冬天的话，都比较像莴苣类的啊，或者像刚才的羽衣甘蓝，都是蛮适合生食的。尤其像现在在台北的一些客人啊，他们讲求这个健康啊，吃的健康，然后轻食的话，在这个这种生菜沙拉的话，营养成分就不会因为烹煮的这个去流失，所以说像这样的生菜沙拉在目前在台北其实蛮有销售的市场。真的，黑猛我们就会习惯去买一些进口的进口给外地给抢出来做生菜沙拉，因为台湾给你一直以来比较不习惯吃生菜，可是现在就可以跟你们买像暗涌跟有机蔬菜的粥、生菜沙拉，自己调酱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天中宽度还有一些坚果，你自己喜欢自己加一些坚果，暗涌就很营养，对不对？对。哇，所以感兴趣没有看哦，记得哦，大陆暗涌该抢菜，还有动动 keep 个故事，到大家都不影响，大家先聊下，你等下上场再讲。我们走在绕墙都是请家人记得带来一个抢菜，好，你个牛俊姐还有韦恩同大家来收集一下哈。你知道我真的看到这么多蔬菜，觉得很兴奋，会觉得哇，青菜很好吃，然后颜色又这么漂亮。不过我看到这一杯啊，共识菜发大家哈很习惯称它为绿拿铁，都很营养，对不对？嗯。不过玉珍妈妈还同工，其实我不太敢喝绿拿铁，我觉得它有时候会很深，或者是很。你就想说这一杯浓浓的味道，对，其实我没有很敢喝。哎，其实来讲哈，你做的是干哪？你是妈妈，因为哈，干嘛要有俩绿拿铁？是因为俺摸耶啦，想要减肥。你想要减肥，所以给泽神，我就跟他讲哈，泽神一定要喝一杯哈，够营养的。是啊，保命的时节，给都用你的。蔬菜去穿烫，穿烫你就可以把一些比较深色的，你刚刚讲了给色色菜味弄掉，炒米啊哈，就会啊会冰凉的时节哈，啊你就掺苹果哈，香蕉哦，一起的水果哈，啊过来的时节，因为你要有饱足感哈，就会加一些的坚果了。啊，牛年的时间哈容易大哈啊，最主要你来采差不多，大概20克的白开水就好了。哦，我还以为糖，我刚好紧张，我想哦，没用水黑毛，哇，没用些水，给当大杯挺通嘛，啊，所以大意的给底部只有水而已。对，所以这真的是就是妈妈讲的最纯最营养的，我要喝喝看，现在有点紧张。对，没有涩味，有没有涩味？某，而且也某抢出一个咪，而且我其实喝到苹果的味道。对，基本上我阿丽的味，抢出哈一分哈，水果三分，好喝哎。比例上其实是舒服的，喝起来轻舒服的感觉，是觉得很顺，所以很像喝酒有没有？很顺啊，最主要是个底杯。纤维啦哈，你都知道了，好棒哦！好，这一杯留着，等一下我们完，你可以把它喝掉。你跟我看看有发现吗？你看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打汁，对，按用喝，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服用一下图，带泰卡的饮食一下。你要知道有机蔬菜还是有标志的，你可以记得给调侃嘴巴说有机就有机哦。我们是不是在外面买很多都爱通工啊？要有机的呀，嘿没嘿没真的要有标示，是不是？韦恩要帮我们介绍一下标示长怎样？标示的话，我有带一张我自己的一个标章哈。OK， 它上面其实都会有一些就是像它有编号，
然后还有是哪一家的验证公司，是，然后还有像我们一开始在进入有机的时候呢，初期它会有两年的观察期，所以它叫做转型期。对，那我们像我们今年的三月就已经通过了这个两年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可以将来就可以放上这个，好，就是你比较常见的这个有机的标章，上面有个 organic 的这个标章。Taiwan Organic 有机农产品，所以就是认这个的标章，然后再加上像我们这个蔬菜上面啊，除了标章之外呢，还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辨识，像我们的产地，有产地，然后还有农场名，然后农场的电话，代表说，哎，你找得到这个蔬菜是从哪里出产的。那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价格规格，有35块一包黑毛，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去辨识说，坊间的一个你看到的这个有机蔬菜，至少一定要有这两样的一个标章，就是真的。对 ，OK， 泰卡有发黑毛，其实哎呦一包对不对？35块，真的是买得起耶。对，真的秋秋妈妈讲也是吃得起一个有机蔬菜，因为这家中的啦，去家中要不要讲啊？你们的劳心劳力人力很重要呢，对不对？所以那个直送的时间哈，那个当到好朋友啊。给来的老心求伊送出的时间，因为特别人阿哩准备点心，有的要特别准备果汁帮你们哦。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送的时候，可能都午餐了，可能中餐都已经没吃，晚餐然后继续一直送。因为有的时候哈，曾经像疫情的期间，我们有曾经有送到11、12点晚上。对，然后客人还是为了要等那个菜，然后我们也是想说，我们既然都已经出门了，就是一定要让大家收到东西。OK， 真的很感动。所以好朋友给我留饭团啊，我留三明治，好，阿伯拿果汁。啊，所以绿拿铁，所以很贴心呐，所以也是可以结交到很多好朋友。对，不过吼，我觉得有个问题哈，很有意思。其实妈妈有特别强调，所以像譬如说像保里炊啊，你的保里炊其实特别脆甜，对不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台咖啡讲保里炊的脆甜，就是在高山、狗山、梨山的保里菜，有冇？然后。因为它经过冷嘛，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哇，清脆清甜，公里的也是。对，我们的有机蔬菜的话哈，其实都是用一个最自然、最天然的方式去栽种，所以在没有使用化学的情况下，它是植物从最原始哈，它是用最正常的一个方式生长，它不是加速的让它生长。对，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它的菜味啦，还有它的这个本身蔬菜的鲜甜都会展现得出来。对，我觉得我也不能一直褒奖他们，不过还是要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一场所以真给 coin 的请讲。一般来讲，泰咖啡知道有机的就是丑丑的，真给一般的观念不会按牛饮哦。哦，黑某就会讲上面会有虫咬，可是你们的很漂亮，听说你们是因为用网架。对，我们算是一个网式栽种，有蚊帐的感觉，黑某。对对对，这个都就是一开始要投入一些成本去建构这样的一个设施，架蚊帐。对，然后等于把它搭起来之后，我们种在网室里面的话，它比较可以阻绝这个病虫害进来的速度。我是说速度哦，不是说不可能不让他们进来，因为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进出门一样啊，有时候有纱窗什么的，你还是一样，它有的时候蚊子或什么它就会进来，病虫它多多少少会进来，只是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减少它进来的速度跟一些整体的状况这样。啊，有没有缺点？哦，缺点哦，啊，如果说你不小心放它进来哈，一样哦，你原本是不想让它进来，但是它在进来的时候，你很难把它赶出去啊。对，就完蛋了，黑猫。比如说一个虫进来或两个虫进来，结果我还把它们保护在里面，它们还出不去，在里面尽量开 party 啊，在里面开 party， 然后就整片就抹，哎，有这样的情形吗？有，我们就有一栋哈，就是。我们好不容易让它长大了，一个胎的呀，准备的呀，叫它比安尼还夹啊，鬼啊！对，就被收走了。打掉重练，打掉重练，全部重种。对，因为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在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就把它全部重种过。对，所以你看，其实真给，我觉得是劳心也劳力的工作，对不对？是蛮辛苦，蛮辛苦的。对，因为艾迪拉耶以前黑周亚红，以前一开始黑做保险，对不对？哎，对对对。妈妈，你知道他要讲跨界呀吼，斜杠呀吼，你这个跨界跨很大哎。其实做保险吼，本来喺外做啦，外做保险，嘿，外做都今年退休啦。
啊，对油料的时间本来香港本来会吃啦。但是因为哈，其实没做唔得讲辛苦啦。因为服务嘛哈，你一定要尽善尽美啦。啊，所以哈，有上次我做的时间哈，就做到三更半夜啦。啊，那都保密款的时间，加身体啦。身体出状况有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忙到很晚，太累了，太晚了啊，所以有上次摔到枕头，隔壁烟呐哈，就当然，哦惨了哦，安后生啊哈，因为连忙又有声音的啦，有责任哈，就做唔得，我人家就来讲啊讲啊，你们爱问看那么，啊都阿公又留下了的土地啦，阿公你真来做看那。他说妈我门的都走到我死了，哪有可能去做你啊。以前还忙胎的时期也是很娇贵啦，好不好，也是很娇贵，他没办法，他在我家待到高中毕业，他读中立高中。我怎么觉得妈妈好像爆料什么秘辛，继续继续，然后我高中毕业哈，有一年啊，林沙说就有个世代都念不下出来呢，大家到底迄慢呢？阿公总爱眼来会听啦，唔会不？因为佮亲手出门，我知道，就是很娇贵，白白净净的，在家里不踩泥土，对，不踩泥土怕蚊子的宅男就对了哦。所以，阿爸讲那有可能哦，那有可能就变成种菜，因为种菜真的是劳力活，对不对？所以后来就是旁边刚好也是有一个有机示范农场。老师他就是那我就推荐我们进去上课，然后就从上课到就是上完课之后就开始回来自己做了。对，自己做的话就是既然我觉得头都洗了，那就尽力把它做到尽善尽。满头都是泡泡，总是要冲完嘛，是不是？这中间也有很多的那个啊，因为艰辛跟沟通，跟爸爸的那个沟通不一样，爸爸是很传统的啊，对，他很传统，然后他都是什么事情哈，什么事情给他哎。不以基层做起啊，所以老了嘛，后生人的观念莫重要，因为现在有网络有利的嘛，认为说这些都可以速成呐，啊，但是把阿爸就讲做唔得，你既然要做，你就要踏踏实实认识他，对。那时候爸爸给管量是对的，爸爸的观念是，其实应该是说年轻人有年轻人创业给丰盛，有年轻人的理念，年轻人的做法。不过爸爸给的不是不赞同年轻人的做法，不过爸爸的意思是讲该有的那个些基础的踏实的，你会踏踏实实一步一脚印，对，你会周后，然后年轻人想要新给新的创意，那个年轻人就好好去发挥。我跟他帮爸爸爱的鼓励，很棒。这中间争执很多，青豆哦，感觉妈妈会讲青豆给米心哦。哎，你用青豆，要强你改用青豆先聊哈，你等下再从你讲。我想到请教人家挑架，挑架娘，挑架娘娘，我到节目地读了大家来分享，记得有解的，好解空前解抢彩吼。唔讲你大嘴故宫暗斗吼，其实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我觉得很开心，就是你们这样慢慢做起来。虽然说狗场有青豆嘅困难呐、艰辛啊，一定的啊，创业冇按简单呐、啊，黑某太家就创业走跳架就好诶，黑某唔讲。走到这一步，走到今天，其实你们已经跟蛮多像是什么米其林餐厅合作啦，或者是什么无毒宝宝粥啊，黑毛对不对？对，因为像我们的佛塔的话，当初就是佛塔，无毒宝宝粥，无毒宝宝粥，它是给小朋友做一些副食品哦，然后它就是透过网络上找到我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去跟他合作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他是希望说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食材，有机的食材，让小朋友可以吃到更健康。然后米其林餐厅的话是当初是有一个就是他是主厨，然后他自己在市集遇到我们，他发现像我们的羽衣甘蓝很特别很不错，他希望把它做在他的一个餐食里面，所以后来我们有送去他的那个餐厅。那时候刚开始也不知道，他就说那我想要买菜，想要送到我的餐厅。后来才去到才发现，他已经是连续好几年的五星级的。我有种感觉的一种餐厅，我还有一种感觉，
他可能用一包35块，要五十克买这个羽衣甘蓝，不在他的餐厅可能要400。没有啦，没有啊，厨艺很重要啦。我一种，我想说，厉害哦，厉害哦。所以其实蛮多这样的合作，对不对？对对对，很多都透过不同的方式啦，不同的方式去跟我们合作到。对，而且刚才讲说像什么副食品什么的，我们讲一下哈。其实你们假日也有小农市集，对不对？啊，对，假日的话，像我们假日的话，就我们有去。希望广场，像它是新北市农会主办的一个算是全国的一个小农的一个市集，然后像花博农民市集啊，或者说北农哈，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这个我们都有去展售过，我们都会去边展售边去累积我们的一些赖的客群。真的，哦，更多压他太卡就是周省林嘛，对不对？都还是在做生意的范畴里面。我觉得最棒的事情是你的尤其国小做食农高友，黑猫。对。哦。就是我自己女儿的学校哈，那校长他觉得说我们在做这个有机的方面，这个很不错，然后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可以更了解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是配合学校的像3年级跟5年级的自然课，然后他们的课本教的一些什么根苗果啊这些相关的知识，我们就去教他种一些菜啊，或者是一些多肉植物，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有趣的是，小朋友刚开始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带土去，啊，我们带盆栽去，他连土都不敢摸，哎，真的很。然后他就这样子，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没关系，你把它摸摸看。啊，他说那个很可怕呢。啊，一直到现在来说，他们都可以融入加入，所以让小朋友从小就认识我们自己这一块那个有机的土地，我是觉得很好。我觉得真挺紧张，不过因为我是乡下小孩，所以以前我们在农田跑来跑去，有没有？还得还要空野味，就是还要对，可以烤番薯、番薯有没有？那农地哪有什么怕不怕泥土？不过你真的很难想象，压在土石底度有青豆的生意，真挺黑唔滴，你都可能唔滴给抢出黑碟。踢奶还是在树上，压工压到购置黑树上还是踢奶，其实他们分不清楚，哎，对不对？你以前也是分不清楚，对，所以我是过来人。我刚才有点口，就是，哎，你以前也是分不清楚。他以前回来连踩地板都不敢踩，娇贵娇贵。我们在街上都是穿鞋的嘛。哦，啊，你回到阿公家，阿公家是泥土地呀，啊，就唔敢踏踢奶的嘛，用。这个好可怕哦！不过小朋友给你们的回馈也很多，对不对？对对对，其实像我们小朋友，他现在就很习惯的在大自然的一个环境下，很期待的。而且他们是不是？我觉得更棒的事情是，他们以后吃这些食物也会更感恩。啊，对，对不对？会觉得哇，这很辛苦，你都会按由你种出。每次回来，他大概就是女儿就是。就会讲辛苦的啊，真的好温馨哦，吼，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很有爱这个家，你看妈妈好疼儿子，然后现在女儿也很知道要怎么样回馈，这样爸爸妈妈爱辛苦哈。其实泰卡威吃豆公中秋真挺清辛苦，压一定的，但是你们是不是也有一句 slogan 黑马盖，就是反正客人的需求就会你得的动力，对不对？对，其实像刚才也有讲说，我们之前像有不管是挫折啦，或者遇到一些病虫害的问题啦，甚至说跟长辈的一些沟通的一些问题等等，有的时候都会觉得啊，放弃好了啦。可是其实哈，有的时候我们做直送，相对的，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说，因为我们都固定某个时间，我们就会放菜单，放一些我们现在的东西。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更新的 menu 按钮给刚刚充满哈。然后可是就变成说那时候，有的时候过了那个时间，他说，你怎么还没放菜单啊？其实那时候想说，我是不是明天就不要做了这样？对，然后这样子就会。催促自己说啊，那其实这个我们要，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应该要继续坚持的做下去。是，对，你看妈妈一直她说啊，这过程很辛苦，当然很辛苦啊，不管怎么样，按勇跟劳力活，而且还是要看天吃饭啊，对不对？刚刚说那种挂蚊帐，对不对？有时候也是整片死，对不对？如果从进去，天某就会漏意。哎呀，对啊，漏意黑不黑也是整片都抹好，就全部碎怂啊，碎怂就真的，我觉得毁了就是毁了耶。真的，好，这件事情没有办法逆天。像现在的天气啊，都不是很稳定。像今年是一直下雨，
前年的话，两年前是干旱，对干旱，对干旱，所以我们要除了要种植这些技术之外，就是还要去了解说，哎，天后的这个，因为现在就都比较是极端性的气候了，所以我们要如何说用一些设备啦，一些种植方法来去避免这样的一个天后的一些损失或者是影响这样。那我再问一下，那小朋友请 Hanbo 有没有还有食农教育？所以去你们农场有 DIY。嗯，我们可以去，小朋友可以去体验，还可以摘采黑蒙，大人小孩都可以，大人小孩都做的，都做 DIY 哦。目前的话，都有一些团体都会跟我们预约说，哎，他想要来做一些农场的深度旅游，哦，其实这样子的话，我们都会去接，那我们就会去跟我们的展售去错开时间，那我们希望说，尤其是我会很希望我们的真正购买我们的客人哈，他会来我们农场来看看。你可以了解说你种的蔬菜它是在哪个地方生长出来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买，对不对？是真的可以到产地去。因为我们刚才有介绍一些标章的部分，其实你都只是看到一个贴上去的一个东西而已，也是，但是如果你可以看得到它的东西到底是从哪里生产，从哪里而来，他们会更安心。所以伟恩很有自信哈，你看，给请哪个产品，亲有自信，我们你来看，对，一定要来，证明给你看，真都是一定要来，一定对不对？而且 Hido 给片糖，糖共蝶农场有自己亲自的采摘 DIY 给发通清创给事情，嘿，做菜这一块啊，对，就会大厨娘夫妻，嘿嘛，因为爱有你呐，因为那本安尼的好朋友，识到安尼的菜哈。现场看到的最准嘛，嗯，知道吗？嗯，啊，你会煮，所以哈，那如现场然后，我煮一些的菜，哈，啊，再加上安尼有一些的配料，哈，我要现场搞本朋友，啊，搞起让我煮，哦，哦，所以可以除了吃到还可以学，对，这个好心要做，哦，但是我们讲引号啦，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好学的，是我常常跟好朋友说，跟我们的那个21响炮一样嘛，对不对？最高的标准嘛，哈，你那种100、200、300，你学了21次，我相信你绝对是专家了。我懂，经验的累积，妈妈意思就按钮。但是你累积的这些经验，你没有一个标准的食材，你学到这些，你吃到的都是农药，都是不良的东西。对，那唯独就是我能够提供了你，就是健康的食材嘛。所以你学我都没关系，你想学什么都来，只要我能做的。那我曾经有好朋友想要学泡菜，哦。对对对，糖共你们会根据不同的季节会有，比如瓜果，夏天很出瓜果类，从某就会做瓜果，黑共冷甜，红甜的时节就会做泡菜。所以我们跟着季节会做一些不同的食材的 DIY。哦，刚才我有听到一个讯息哦，妈妈不是会做泡菜的哦，黑共你会后期比较做点搞不定哦。没关系嘛，最主要是你要食材一定要，所以我们会，其实真正在推广大家做有机啦，因为食材不是只有亲家园有。大家都可以有，对，希望说整体大家都是提供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观念，对，健康的观念跟健康的环境，而且这个影响很大，它其实就像一个链，你们有好的蔬菜，其实也是有好的土壤，对不对？有才有好的土壤，有好的土壤才可以种植更多其他，那这个慢慢这整个农地才会慢慢的、慢慢的变得一个更好的一块地，对，对不对？然后大家带给人类又是一个比较好的，它后给饮食的观念，对不对？因为以前阿爸讲一句话啦，讲。哎，你生马街，哎，你学富就生马街。哦。哎，你学富生马街，哈，给主会拿食材，啊，你做生马街，所以你生的，然后富生的是同样的东西。你七敢唔敢？你自己不敢吃，你七敢唔敢吃嘅，也不要给客户吃。对对对对对，同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就秉持这个观念。最后一个问题，摸一嗨，我们在哪里可以知道这么多的资讯？农场啊 ，DIY 啊，体验啊，在粉丝页吗？对，我们有成立一个粉丝页。对，对，就是只要打“秦家园有机农场”哦。嗯，那“家”是人土土的“家”，就是代表土生土长，因为我们就在莺歌土生土长。啊，“圆”的话是圆满的“圆”，所以叫圆圆满满。所以这个是我爸爸他取的一个名字，这样。好可爱。所以我们就是用“秦家园有机农场”去搜寻一下。哦，哎，绝对可以找得到我们很多资讯啊，那都有一些可以联络的方式。土生土长，圆圆满满，对不对？嗯，好啊，太棒了！因为真的请反应哦，你看，说的油枪都是妈妈桶来诶。
从他来到亚平，同大家的分享，按空间，按有意思，又按讲，按强。对，可以参加。你的妈妈又很好客，很活泼，又按用给感觉哈。古时候你真的，请感谢啊，两位贵宾来到亚平同大家分享，按用给抢菜哈。也让你家乡亲朋友来分享哈。其实是按用给抢菜，其实系为到你自家嘅空间，很好，从来系为到你嘅环境哈。讲大家有机会，只是多多来推动是，你有机嘅抢菜。到亚平啊，邀请家乡亲朋友等下强好来做运动了哟。恭喜福喜乐乐界所有的朋友，记得去到福喜乐乐界免受侵占，还有听言的客家电视界 YouTube 频道，让你个人片的分享出去哦，感谢大家。